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th 学院。那上节课呢，带着大家看一下如何来实现我们自定义一个处理器。在这块呢，还是接着我们上节课来啊。这一次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呀？通过数据库来存储一下我们的 session。那接着呢，先把上节课有一点问题，我们把它说了啊。这块呢，你既然传了这个 session pass 呢，你也可以来检测一下啊。假如说你可以 global.session 这回调函数的参数呢。如果你有的话，你传；没有的话，你可以不用传啊。你可以检测一下 if 啊 $savePass 等于 $sessionSavePass。当然呢，你可以检测 if file exists， 看一下是否存在这样的目录 SavePass。如果不存在的话，则创建 make。dir make dir 对吧啊到了 save pass 0777 0755 true 可以创建多级的make dir 创建目录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创建这样一个目录啊？对吧 ？mkdr，mk 啊，一下就蒙住了，没问题，这样的效果。当然 ，session ID 你不用的也可以不传，对吧？啊，这样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再看我们把它保存到哪儿呢？来一个保存到数据库中的这样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更多的应用的效果。session circle。在这里边呢也比较简单，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表就可以，来 create table， 假如说我们叫 sessions 来存储我们的 session 信息，来一个 session 的 ID， session 的编号 x40 就够了， not now unique， 接着 session 的 date 我们可以用为 x， 假如说200 not now， 再往下呢 session 的 update timeSession 的更新时间，对吧 ？NT and send not now default 0。接着呢，你其实这个表可以把它引擎设置成我们的内存的啊 memory 的，因为 memory 的速度比较快。那接着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如何来把 session 存储到我们的数据库里。job table sessions， 这我之前做测试的时候写的啊。再来看，成功 show tables。DSC sessions， 没问题。这三个字段，有了这个表之后，我们就可以把 session 入库了，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先把这个 session 入库就可以，先不存储到我们像 map cache 里啊，包括我们的 Redis 啊这样的效果。那同样的，来一个我们叫做session database 吧 ，DB 吧，点 PHP， 在这儿还是我们来告诉一下我们自定义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来修改配置文件，也可以通过。I set 写上 session.savehandler， 这次呢我们用自定义的方式 users 设置成 users 呢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的方式啊，也可以看一下在上方应该是有users存储数据，默认是 files 啊，默认 files。但是呢，如果是设置成 users 呢，就是我们用户自定义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入库了，对吧？入库。那接着再看，还是这样几个方法 ：function open， 包括 function close， 以及 function read， function write 写。包括我们的这个啊 ，function destroy， 还有 gc， 先把这几个函数写出来。那我们简单的啊，存到我们的 MySQL 数据库中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直接来写吧。啊，还是来输出一下，看你调用的时候输出一下。假如说打开绘画，啊 ，call open 了，调用这个函数了。那接着我们直接通过 MySQL 吧，啊 ，MySQL
connect 一下 localhost root root， 接着 mysql set charset utf8 mysql select db 我们的 mys。这是打开我们的绘画，那关闭呢，我们也是 echo 一个 h1 效果的斜线 h1 call close。 好，在这儿呢我们 return 一个 true， return true， read 读取我们的绘画，根据我们的 session id 来进行一个读取。 session id 我们先来写吧， session id 包括 session date， 对吧，在这里边。那同样的我们来输出一个 echo， 调用这个函数了 call write。 在这呢我们直接来写 $circle 等于一个 insert 表明 sessions values 对应这几个值，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session id， 第二个 session date， 第三个session 的 update time。 好，这个 circle 语句，那用到这几个值呢，首先 session id 有了，对吧，那接着再往下我们的 lifetime 呢，我们可以读取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中是不是有一个 gc 的 max lifetime 呀，我们用当前的时间戳加上这个过期时间，这就是我们的下一次的更新时间，对吧。$lifetime 等于 get cfg 的 var， 哪个选项呢，是不是有一个 session.gc max lifetime 呀。接着 $session update time 就等于当前时间戳加上这个 lifetime。 好，那接着直接来 insert 就可以了， $res 等于 mysql query $circle if $res 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干嘛， else 呢，如果不成功的话，这时候就代表什么呀，你叉不成功，证明我们的 id 是不是已经存在了，那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更新了，对吧，相当于我们更新，所以说在这 $circle update 表明是 sessions， set 一下我们的 session date 代表你更新数据，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更新我们的这个过期时间，到了 session date 逗号，还有 session 的 update time 等于它，到了 session 的 update time， 条件是 where session id 就等于我们传过来的这个 session id。 好，这样的效果，并且呢我们的过期时间要大于当前的时间，当前的时间 session 的 update time 要大于我们当前的一个时间戳。接着我们来执行就可以了， mysql query $circle。 好， return 一个 true。 那 read 的时候呢，根据 session id 来查找是不是就可以了， echo 一个 h1 的 session read call read $circle 就等于一个 select 一下我们要 session date from 我们的表明 sessions， 条件是 where session id 等于这个 $session id， 查找是不是就可以了， $result 等于 mysql query $circle if $result，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row 等于 mysql fetch assoc $result return 一下 $row 里边我们叫做 session date， else 呢 return 一个 false。 好，这样的效果啊，并且再加一个啊 mysql 的 affect rows 要大于0或者等于等于1，这是读取。那 destroy 呢代表的是不是删除啊，我们要根据这个 session id 来把它删掉， session id echo 一个 h1 的 call
destroy。接着我们$circle 等于 delete from sessions， 条件是 where session id 等于 $session id。好，到来啊 ，return 一下 true， my circle query $circle， 执行一下就可以。或者直接返回它都没问题啊。GC echo 简单写一个 H1， 斜线 H1， call GC。接着我们把它交给 session set save handler 这几个函数，是不是和之前那个是一样的了？对吧 ？Open、close、read、write。以及 destroy GC。 好，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试验一下是否可以。我们再来一个 test session db， 还是包含一下 require once 一下 session db.php， 接着 session start 来试验一下。我们向 session 中来存几个值，到了小线 session 里边的 aa对应的值是123123，到了象限 session 里边的 bbb 对应的值是456456。好，试验一下，再来一个打印的，写成一个 dump session start， 把它拿过来，只不过是把 dump 一下到了象限 session， 看一下是否可以得到。再来一个销毁的，一 session destroy， 啊，到了小线 session 等一个空，啊，就直接销毁吧。先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啊，来打开一下，查询一下里边是否有数据 sessions， 现在是空的。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test session db， cannot find save handler， 写错了啊，来查找一下，哎，有了，这已经有值了，我们叫做 save handler。User 不是 users， user。 好，那接着你看到已经写入成功了吧，对吧？写入的数据也是序列化之后的数据，三个 A 啊，三个 B， 没问题，这是这个时间戳。那接着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test 啊 dump， 是不是也读取出来了？读取出来之后我们再来销毁一下，看一下是否有，是否可以销毁 destroy 一。好，那接着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否已经没了，空了吧，对吧？已经删掉了，你再打印是不是一个空数组啊，对吧？ call read 在这儿来进行一个打印，没有值。那现在你发现这里边的记录也已经被删掉了啊，我们又来运行了一次啊，又来开启了一下，只不过没有往里赋值，因为我们运行 dump 的时候是不是又开启了一个绘画呀，对吧？在这儿又开启了这个绘画，打印是一个空的，没问题。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在这儿我们再重新来啊，把这个再删掉，删掉，这里边又没有了，为空。那重新的我们再运行一下 test session db， 你看一下生成了这样一个值，三个 A 三个 B。 那如果此时我再更新呢，假如说我再来一个页面，我更新它 test session db1，
我加两个，我再把它改一下，把它改成全是九，全是零。好，看一下是否可以 test session DB 一。好，那接着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是不是已经把它改了？如果存在的话，相当于更新 A 这个界名的值变成了一堆零，又加了一个谁呀？对，加了一个 CC， 值是这一堆，对吧？这样的效果，这样的效果。那如果呢？此时你把它关闭，我们再开启一个。test 三，Advanced Session， 哎，不是它，啊，是这个 Test DB。好，来看一下，是不是又来一条啊？对吧？又来了这一条，这样的效果，啊，这样的效果。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如何通过数据库来保存我们的 session，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ession 入库。那以后呢，还会给大家讲解分布式 session 如何来处理，对吧？如何来处理。好，那先把这一块搞定，下来之后呢，大家把这个练习一下。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